现在的人可太聪明了，发明了这么好用的网格双面胶。以前的双面胶啊，抠不下来还残留痕迹，这种双面胶里面有网格纤维，轻松就能撕下来，用它固定家里的地垫，撕下来不会留胶，家里的挂画、奖状、插排，需要上墙的都可以用它贴。